尊敬的各位朋友，大家下午好。非常荣幸代表HTC，感谢各位在本中拨冗前来参加HTC在中国大陆的首场发布会，与我们共同见证一个由中国人自创品牌的信心与坚持。对于HTC来说，今天是一个重大的日子。从1997年五月成立以来，HTC一直有一个自我期许目标，就是以国际大厂并驾齐驱，成为移动通信与信息产品的领导者。我们不仅致力追求最具市场竞争力的研发、设计与创新的能力，也具备领导最新科技的丰富经验。经过十余年的努力，HTC 在全球市场受到了消费者广泛的认可，而且在质量上不断追求完美，以人为中心的理念使得 HTC 在激烈的竞争的全球市场上获得了 Android 手机和 Windows Mobile 手机市场份额的颠覆业绩，尤其是质量更得到了全世界的市场的肯定。今天我们在这里正式向大陆广大的消费群众推荐 HTC 品牌的产品，我们期待着以此为出发点，在市场上履行我们的使命，完成 HTC 全球愿景最重要的拼图。尊敬的各位朋友，大家下午好。非常荣幸代表 HTC， 感谢各位在本中拨冗前来参加 HTC 在中国大陆的首场发布会，与我们共同见证一个由中国人自创品牌的信心与坚持。对于 HTC 来说，今天是一个重大的日子。从1997年五月成立以来 ，HTC 一直有一个自我期许的目标，就是以国际大厂并驾齐驱，成为移动通信与信息产品的领导者。我们不仅致力追求最具市场竞争力的研发、设计与创新的能力，
密的各位朋友，大家下午好。非常荣幸代表 HTC 感谢各位在中国前来参加 HTC 在中国大陆的首场发布会，与我们共同见证一个由中国人自创品牌的信心与坚持。对于 HTC 来说，今天是一个重大的日子。从1997年5月成立以来， HTC 一直有一个自我期许目标，就是以国际大厂定价齐驱，成为移动通信与信息产品的领导者。我们不仅致力追求最具市场竞争力的研发、设计与创新的能力，也具备引导最新科技的丰富经验。经过11年的努力 ，HTC 在全球市场受到了消费者广泛的认可。HTC 在质量上的不断追求完美，以人为中心的理念，使得 HTC 在激烈的竞争的全球市场上，获得了 Android 手机和 Windows Mobile 手机市场份额的第一名业绩。尤其是质量，更得到全世界的市场的肯定。今天我们在这里正式向大陆广大的消费群众推荐 HTC 品牌的产品。我们期待着以此为出发点，在市场上继续实力，完成 HTC 全球愿景最重要的拼图。同时，自创立以来 ，HTC 与 AT&T、Orange、AT&T、Docomo、T-Mobile。